下午三时许，习近平与训练场。整出印第七队去哪？习近平。整不了，整不了。器材革新等方面进行了许多创新创造，为各项任务完成提供了有力保障。习近平很高兴。队长，演练开始。大军。方向90度，风速80，低速100，速度上20，自行修正偏压量。明白。站稳去。这是我们。习近平查看了部队主战武器装备，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？习近平问得很仔细。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三代战机。现在我。习近平佩戴专用头盔。亲自操控机载武器及观瞄系统，了解有关装备情况。习近平对实战化军事部队行动演练，数十架直升机按战斗编队组成先遣侦察群、火力支援群，依次通过塔台，超低空隐蔽机动、分散突防突击、空中近距火力支援等战术科目轮番展开。特战队员从天而降，迅捷行动。习近平不时拿起望远镜仔细观看，对部队展示出的过硬素质给予肯定。数时，部队指挥员驾驶武装直升机面向塔台摆动机头，以特有的方式向习主席致敬。向全旅官兵啊，是以我对他们的这个崇高的敬意啊，还有这个国庆节的问候。谢谢主席。离开训练场，习近平来军机关全体干部和所属部队正团职以上干部。随后，习近平坚决克服背离实战的思想和行为，把实战要求并备战各方面和全过程，要强化使命担当，坚持问题导向，紧贴作战任务、作战对手、作战环境，牢牢掌握战略和战役主动权，提高部队练兵备战水平。习近平指出，在沈阳亲切接见了驻辽宁部队副师职以上领导干部。
习近平同大家合影留念。张幼霞等参加活动。